つばめ六連。废了呀，兄弟们！一大早的啊，起来打游戏，三十岁了，老婆也没有，工作也没有，啥都没有，就光这两个月了，工作也没有了，主要是身体不好，今天晚上不能，身体不好那就得吃药，跟着小药吃上也行，不来了。吃药啊，有没有作用？但其实我不知道，心理作用吧。然后现在已经是11点钟了，我靠！我靠，今天周末呀，该说不说了，搞点东西吃上一次再说吧。哎呀，今天什么菜系呢？我看看啊，还有点豆苗啊，感觉变质了。问题应该不大。豆苗，哦，这还有四季豆哎，炒个四季豆吃上一次。咱们先把米饭给它煮了，煮点米饭。有人说我不讲究卫生，锅也不行，那我洗给你看，真的是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这个人呢，是吧？有洁癖啊，爱干净。老是说我邋遢邋遢，说我讨不到老婆了，我打雷了，说话注意点。给他搞个厕所里面。这下洗干净了吧？我没话可说了吧？搞点米啊。米都快没有了，就一点点了，完了完了，家里没粮了。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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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们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它这个有煤啊！我靠，这个米竟然没了，这还能吃吗？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说我不淘米的，你们看看我淘不淘米，我肯定淘米的呀，是吧？哎，怎么还有黑点啊？哎，还有黑点，你看。管他的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有？真的烦死了。给他切上一点啊，兄弟们。啥玩意儿？
再搞几个小米辣，买了那么多小米辣。OK， 切下去。准备炒菜了啊！今天这个歌蛮干净的，我练习来唱一下。我不会给他搞你了。嗯，然后先把辣椒给它搞一下，爆香一下，然后把这个鸡肉给它搞一下。好，咱们给它搞点配料吧，我已经给它搞里头了。蚝油给它来一点，一起给它来一点，好点一个，豆瓣酱来一点，你觉得能问我为什么不放盐吧？因为豆瓣酱也是咸的，然后这个蚝油也是咸的，生抽也是咸的，再放盐更咸，所以不用放盐。啊，我觉得不是我吃了，兄弟们，要不然咱们搞点这个还行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啊，这个还行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可以吃油了。那么多就炒出那么一点点，搞点饭，这是刚刚煮的饭。兄弟们开饭了，简单吃点。这个叫什么？四季豆炒豆芽。尝尝味道。好咸啊！好久没有放盐，为什么这么咸？好的，十分钟的话，你给三，我能给三分，太咸了。可是豆瓣酱放多了，豆瓣酱放多了，来，大哥们先吃。吃不了啊，太咸了。给他搞点什么？搞点自然水。来热吧。天啊，这个雨还在下，已经下了一上午了，我也是服了。水开了啊，啊，要不咱们再搞点豆，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豆芽的话，是吧？烫一下就熟了，给它覆一外。
因为这个汤太咸了，就不要给它搞点肉。啊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，又干饭了。现在可能说比刚刚好一点了，是吧？来，大哥们先吃。不吃辣的，不吃，不吃。哎呀，这一次不行，这次叫我打分的话是吧？咱们能打一个午饭。没什么菜了，兄弟。就给他搞了一头啊。好热啊，该说不说了啊，吃晚饭了，还有点事情要干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